醒了吗？那我进来了啊。你赶紧起来收拾收拾吧。收拾收拾去哪儿啊？哼，你在这给我装没心眼子？我说了就收留你一晚上，赶紧走。这一大早你让我走哪儿去啊？哎，你不行，找那个晨跑大爷，你俩跑步去，比比谁跑得快。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跟我啥关系啊？沈小仙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招已经没用了，不好使，能明白不？不是你至于哭，耍赖没有用啊！你别哭了，收声。喂喂，豆浆你喝不喝？啊，啥豆浆啊？你家楼下这个豆浆。楼下？你咋来这么早啊？不是我，我怕啥来啥，快赶紧走！急啥呀？我脸都没洗。彤彤到楼下了。他咋这时候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！你现在就走吧。你总得让我穿件衣服吧。你哎呀，随便套一下就行了。好像有人敲门。完了，让他们堵屋里了。你我跟他解释解释，应该没啥事吧？换你，你信吗？哎呀，我操！哎，嗯，你先进去。这我能进去吗？这这快点，别磨叽了，千万别出声啊！衣服，别出声啊！放松点，放松点，这腿别抖啊！干嘛呢？你给我开门？我上厕所呢。你上厕所这么喘干嘛呀？我是着急给你开门吗？你来这干嘛？让我进去啊！啊，好，你拿着啊，拿着我换鞋。哦，好。你昨天是不是没休息好呀？整个人都是懵的。啊，是吧？可能是没睡好。那你先吃，我去帮你换一下床单。啊，换？哎，那个，我床单挺干净，不用换。干净也得换，这都贴身的东西。哎，要不咱俩去喝胡辣汤啊？这不是有豆浆吗？不，我现在就想喝胡辣汤。走。不好说呀，那这不浪费了吗？没事，我都能吃完。走呗，走。哦，不好